我把电话交给他听哦。喂，这里是公园前派出所，您好。喂，小姐你好，关于您订购的那个。什么？我没有订东西啊。我们是火箭物流。火箭？我听到火箭，有人在呼唤我们的声音。喂，先生，您先前订购的飞机被因为一些流程错误导致下单变更为12个。哦，那就寄啊，我刚好需要啊，我刚好需要12个啊，寄来啊。那扣款退费的部分需要您至 ATM 操作。哦，扣款啊，没差。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，我们好啊，好啊，就这样啦。白痴，这种想骗。喂，小姐你好，关于您订购的飞机杯。什么杯？就是我们发生了一些扣款错误的情形。我听不懂啊。就是飞机。该不会是我买？又在网站上面乱买什么东西了吧？没有及时处理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报警的问题。哦，你要叫警察啊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旁边刚好有一个漂亮的警察接接，我把电话交给他听哦。好好好好。喂。这里是公园前派出所，您好。喂，小姐你好，关于您订购的那个。什么？我没有订东西啊。阿良，是不是你又在乱花钱了？所长不是叮咛你，领薪水就要好好存起来吗？哎，你们是什么单位？我们是火箭物流。火箭？我听到火箭，有人在呼唤我们的声音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我们是穿梭于银河之间的火箭队爱人组。他说我们是笑哎，笑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《米奇妙妙屋》哦，是我们啊，《辛普森家庭》《河马》啊，随报我们入围了哦，这什么破麦克风啊？科皮难道不用负责吗？第50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米奇妙妙屋米奇。哦，是我们啊！哦，我要感谢米妮、布鲁托还有唐老鸭。辛普森家庭、河马。啊，随报我们入围了。哦，这什么破麦克风啊？科皮难道不用负责吗？不是啊，我想是这样啊，我讲一句公道话啊，这个麦克风哦，又不是我装的，我只会装夜客膜啊，不然你去问一下曾佩奇嘛，这个麦克风哦，不是我啊，我又输眼了，输了，没有担当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